计师刚刚完成签约，请起立互相握手，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先把椅子坐下。正式的来起跑，我想这个是各界，我们台南各界哈，特别是新化地区的民众，非常确实是已经比较老旧，那没有办法再提供。那但是虎头皮真的是有非常罕见的美称了啊。那另外它的周边，它的北部大概就是大溪老街啊，那南台非常集中保存非常完善的巴洛克的这个店铺。